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工，今天给花胖带了一点火锅食材啊，是我妈到饭店吃饭啊，别桌剩下来的没有涮的，就带过来了。哎呀，看看，有牛肚、牛筋啊，还有一点这个叫什么虎皮。哎呀，小狗也不挑啊，啊，一会就吃完了。我就知道花胖这点不够吃，还不够他塞羊红的呢，所以今天又带了那个米饭，拌的这个鸡心，这个鸡心也是从饭店带回来的。啊，这下让他吃一顿好的。只要花胖一出场，我必定让他显示他吃饭的功力啊。从家带了一个牛骨，哎呦，给他打发时间吧。看看他现在不愿意吃了，以前给他一个牛骨啊，哎呀，啃了三天三夜也没啃进。现在看看啊，宁愿去舔碗底都不愿意吃骨头啊。哎呀，上次给他一块骨头，啃了三天三夜都没啃出来一点肉丝，现在啊，知道被啃了也不吃了。现在真是吃一堑长一智啊。现在知道这个骨头是啃爹的货啊，啊，情愿玩一时都不愿意去把时间消磨在骨头上了，不仅伤牙还费精力，最后连个屁都没吃到。干嘛呢？尿尿了个的？啊，有就还有还尿，不能在我仓库里面尿啊！啊，再尿我揍死你哈！这个狗狗也知道好赖话，你对它凶，让它讲它尿尿了啊，生气了，哎呦，它就千方百计的讨好你。砰！看看我家这狗狗，就因为这头上的一个白道子啊，差点就被当了狗肉吃。我今天给它涂一下，看看涂上去是不是帅气一点。看看我起来拿这个记号笔给它涂，它还有点排斥，还以为我撩它的呢。哎，别看这么大的狗还知道享受了。啊，我现在给它涂，搞得就跟给它按摩似的呀。哎呦，现在也不反抗了，就在那陶醉的睡倒了，就让我给它画了。还以为我给它挠痒痒的嘞，我把它这个白色的给它涂了，看看到底好不看不好看。这个白色的就是的，披了头高头就是有点难看啊。这个狗被我挠的马上就睡着了，一动都不动了。好好好，哎呀，它现在怪喜欢我给它挠痒痒的嘞，就当我给它挠痒痒了啊，我来赶紧给它涂一下。好了，我来看看效果吧。哎呀，一颗大黑头啊！哎呦，我怎么感觉哪里不得劲啊？是不是看惯了那一桌子白猫啊，踢到了，感觉啊哪里不舒服？哎呦，原来那撮白毛啊，就代表它的头发。如果我要白毛给它秃掉了，就感觉给它剃的光头一样啊。有白毛的时候感觉没怎么样，但没有白毛了呢，突然感觉它就是下井上来一样。我们家花胖就三个动作，撞石、坐倒然后跳，其他都不会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。